近日，万茜被爆出将加入综艺《乘风破浪的姐姐们》，青年演员惨变女团练习生，为此码头联系了各位亲友，对他们进行了简短的采访。 东山再起，你疯了？是我看错了，多大点事儿啊！我会辅佐你，只有我才是真正能够帮助他成就大业的女人。一转头。 挑逗没有我，自己保自己，不用你客气。